正式的今天呢，我们油桐博士要来教你怎么做一个很酷的东西。好了，那昨天呢，我在吃蛋的时候，我就吃下去，有蛋壳。然后呢，我当场就开始不爽了，我就直接吐血，吐到我直接贫血。然后呢，我就想到，理化考卷上不是有说无壳蛋吗？这样我就不会吃到蛋黄，那我就不会贫血了。所以呢，谢谢国民教育，让我有影片的题材。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影片的题材了，我就只会开始拍一些奇怪的影片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做无壳蛋。Let's go！ 哈，油桐博士又回来了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我们的用具。我们的材料有醋、一颗蛋、容器。对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蛋放到里面。我们看到鸡蛋。我们这频道好像也有做另一个跟蛋有关的，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中秋节立蛋的那部影片，那也是跟蛋有关系的。如果你那么喜欢蛋蛋的话 ，OK。哦，好酸，天杀的，天杀的好酸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斗。Oh wow! Oh wow! Oh wow!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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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！ 我们要把它淹没，淹成。Oh wow！我们把整瓶醋用光了，好开心啊！耶、yeah! ！我最喜欢把整瓶醋用光了。OK， 醋没了。嗯，很好，我们不用醋了。好，现在就把关起来。OK， 那看样子就是要等48小时了。那我们就48小时之后见吧。我应该会一段一段的拍一些小片段给你们看。48小时见，不然拜。我在讲什么？48小时见，拜。你们看，现在是同一天，我刚拍完刚刚上一个片段。你们有看到泡泡吗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它真的有泡泡哎、欸，表示我成功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成功哎、欸。哇，红了，耶、yeah! ！这是油桐的理化小教室，对，好，拜。好啦，各位，现在呢，刚刚好，整整7天之后，它变这样了。你们看，有没有看到些许的蛋黄在那里面？有吗？有吗？它汤匙是可以刮，慢慢的这样刮下来。对，所以感觉是 OK 的，感觉这是成功。可惜这是污醋，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把它清理一下。那我们等清理一下再给各位看。对，但是目前已经成功了，有蛋黄，你看到吗？现在还会动吃动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清理一下吧。Let's go。好了，经过了。整整2个礼拜，因为我是上个礼拜五做的，然后今天刚好就是礼拜五，端午节快乐！好，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的成果吧。来，这就是我们的成果，你们应该可以看到，它就是一个酱，可是颜色没有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么的浅，对，它就是长这样子。它蛋黄会动来动去，只是不太明显了。好，那油桐新闻为您播报第一届油桐杯立蛋大赛，由首先第一位参赛者油桐，他荣获国小作文杯。然后还荣获英文之优，名落孙山。然后